好，练习零是最后一小题，碳加三氧化二铁产生铁加氧化氮，这个是我们未来会教的炼铁的反应，请问你它是多少呢？它是多大呢？好，它多，它是怎样呢？帅哥美女上来写，找一位帅哥叫做22，一个叫21，一个叫7号，22不在，7号、21号 and 有个帅哥男哦，在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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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写过的擦掉，把人家写过的擦掉，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，把人家写过的擦掉，完了，我不会擦掉，那我不会很刺眼，快点。这什么意思？喵什么意思啊？喵喵好，我们的答案。没平衡的碳加三氧化二铁产生铁加二氧化碳，最复杂的写成一跟二，谁最复杂？三氧化二铁写成一，从两边只出现一次的平衡，这里每一个两边都只出现一次，所以每个都可以用，右边有两个铁，左边有两个铁，右边就要两个铁，所以就写二，铁后面没东西就不能够继续了，所以回来前面有三个氧，后面就要有三个氧， O2 怎么变三个？二分之三，那前面是二分，然后 CO2 写完了， CO2 写好了，二分之三，所以碳就固定就是二分之三，所以前面要怎么办？二分之三，好，全部平衡好了，左边等于右边了 ，OK 了，种类跟数目一样了，但是要怎么办？最简单，整数比，所以全部乘以二，所以答案变这样，所以答案变这样，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小题。我们做了五题的练习，都在跟你讲如何用观察法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，这个是我们未来动作的基础，你就是要能够写出会平衡的方程式，这个是重点， OK。